mislim da je bilo ovim okolnim selima problema sa snabdevanjem vodom iz Ćuprije. Nema. Bez drva, bez ičega, eto jedna ova kuhnja što ne predržava. Ali negde se trudimo da obezbedimo što više hrane, što više čajeva, voća. Ma ne možeš sam. Kan dao la, ozo, ce zong da, to se 被冰封住了，这样如何生活啊？而且呢，热能啊也都已经缺乏了，所以这样的气候，不论他是有钱或是没钱，都是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冻、冷、难过，也看到了。 阿根廷啊，热浪啊，已经呢温度是40度哦，在欧洲呢是零下30度，看冷热差这么多，这都是呢气候不调啊。同时干旱的地方啊，也非常的干啊。 在智利呢，那样的干旱呢，哎呀，真的是不调和啊！这都是我们要竭胜虔诚，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我们要能很平安幸福的过日子，唯有呢，就是要人心调和，时时。 感恩、勇猛、精进，这才是真的。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求佛啊、求菩萨，或者是求天啊、神啊，怎么求？最好就是往内求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灵啊，就是比较灵感啊。过去的人都说，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就在你心头。人人都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所以啊。 佛陀说啊，一切唯心啊，人人发心，灵山慧呢，就在你的心中涌现出来。时间没有距离，空间没有距离，你现在呢，就在你心中啊，发一份菩萨心啊，这个菩萨心啊，那就是。 灵山慧的吼，所以啊，菩萨心相，灵山慧啊，自信自然具圆明啊。这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平常啊，内心就是自信圆明，那就是很自然的，这就是佛性。所以啊，这个精进呐、啊，只要我们呢。 真正的一念精进，那么就会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所看到的，在欧洲天气这么冷啊，空中的飞机班次呢都不正常啊，地上的车辆进行呢也不简单。可是呢，在3号到5号啦，在欧洲的。 菩萨门呐、啊，4个国家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他们呢，就是也好在法国，我们法国有一个新的道场开始启用呐、啊，所以啊，4个国家的菩萨。
慈济人嘛，他们也在那里精进呐、啊，也看到他们呐、啊，也在礼拜《法华经》啊，同样呢是心向灵山会啊，哦，那这种的菩萨精进呐、啊，都是在人间。那法国、哦、道场啊，虽然是小小的，可是在他们的心灵啊已经很满足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呢，那人人的道场无限大哦。佛教的一个观念就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其实我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呢我听到观音菩萨的这种精神呢，让我真的很感动。上人以去过去的45年来告诉我们大家，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上人常说我只有命一条，可是我有满满的爱，我的爱不是我自己的爱，是你们大家给我的爱。今天我们都是上人的第一代弟子，我们要把这个慧命延续下去啊，这样的爱就是要人人共同的爱呢，汇聚起来就是爱心满满。我们应该啦，人人用法来相传，然后人人呢，那要志同道合是法亲，法随相传长慧命。他们在欧洲里的唯一的一个家，这样法亲呐、啊、来相会啊，吼，而且呢，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相会，互相的法互传呐、啊。因为有的人呐、啊，从网络呢可以听到啦师父的说话，也可以呢从电脑呢。看到了我们大爱台的节目啊，跟台湾一样同步呢，可以铺天盖地哈、哦。那从此呢，在普天之下都可以呢同沾华喜啦。我们这一片的华喜呢，只要透过网络呢，都可以同时。感觉到这个法的欢喜吼，那是普天下共同一个很温馨吼，能接受到了法喜充满，法披如水，人人都可以沐浴在这样的法流中，洗涤啦心灵的果位吼，还可以呢改变呐。去除了自己的习气，人人呐、啊、同沾法喜，那所以啊，法随相传长慧命，人人都这一念心啊，成长了智慧的生命。时日已过啊，我们的生命呢是会减少。唯有我们精进呢，就是慧命增长哦。所以人人在这样的道场呢，第一个要先培养出了如同身受受大悲心，我们真正的呢培养这一份的大悲心啊。所以有了大悲心呢，你看到了画面的那样的啊白雪纷飞啊，真的是很不甘的哦。你看到了哪里有灾受苦难呢，真的不忍心，我不甘不舍不忍心呢，才会启动了我们爱的力量啊。所以菩萨呢，先最重要的条件啊，就是要有悲心哦，同体大悲。所以大家在那里呢，互相啊，那吸收法分享的自己所感受的法，佛陀的教法哈，慈悲喜舍。所以啊，要在那里呢，去培养这份呢，以普天下共生喜那一份的同体大悲，这就是菩萨的法哦。所以啊，人人呢，
在那里，虽然离我们这么遥远，可是呢，他们都在精进，正精进心灵三会的这个精进哦，向了我们的心的灵三会，这看到了他们在精进，我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感恩。感恩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哦，那能看到了这么精进的人间菩萨，所以想来未来的世界啊，会缓和下那一分的极端的气候，应该会缓和的啦。这都是呢，我们要戒慎虔诚啊。